掉。啊，这时候没有人。赶快，艾丽森，还没有冲。完了。那边上，艾丽森那边上。那边上。美国人的 hotel， 你介绍 toilet 给他们看。在箱子 toilet。toilet 有什么？这边冲凉，哎，这边有什么东西？它那个顶住门的。洗手水。来洗手。哎呀。
的洗手盆在哪里？在那边。还有这个踩到了。我 baby， 来这边洗手，你的洗手盆跟妈妈的一样吗？啊，这个是消水，不可以摸。来洗手。啊，这是装肥皂。OK， 来你过来洗手。肥皂这样子。啊，哎呀，哇，然后大人的，还有一个这个。到处都有他的那种雷公，然后还有一些牙刷，然后杯这些，毛巾。嗯，对，那里有毛巾。然后还有小孩子的浴袍。浴袍。然后有写着 Legoland 啊。哇哦。然后这个就是小孩子的房间。可以把上去的。他可以睡三个人啊，小孩子。一个我睡下面，一个人睡下面。然后来，我们去看。然后自己这边小孩子自己也是有床。对，救我下来。然后还可以玩这个。那还有他的地毯，所以就不会觉得冷啊。全部地上都是地毯，然后还有这个小 monkey 的 Lego， 小 monkey 的 Lego， 然后刚刚也是有一个游戏给他们玩的。我开门。No no， 我来呀，我去买东西，我来呀。开门。然后这边是一个电视，然后小冰箱，然后刚刚就是在那个保险箱里面猜对了那个密码，然后就有两份小礼物。里面房间一定会有给一个 Lego box， 就是给小孩子在房间玩。然后刚好我们拿到的风景是，那是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像舞台上感觉。And 小的 order。可能看等下会 try 看 order 他的食物叫上来吧。The next day， 他说一次 parking 是10块钱，所以我们先上去看一看是怎样的先。这个是他的 entrance， OK。有收费是小 local 是20块，大 local 是40块。所以来讲的话，如果要用 local， 就要付费，然后来放你的私人用品哦。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，我们应该会放在hotel了。OK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宝宝 K，Body Dry 哦，这有一个 Body Dry 的机，10块钱一次。My God， 我电池剩4%吧。先来看一看，走一走。Water Park 就是上面那个滑下来的，它的 Water Park 就大概是这样子啦，我觉得。你看，这个是要爬到上面去哦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就是从上面滑下来，就是很累哦，要爬楼梯上去。赶出去！
best friend. Left, go for best friend. Room 5-1. 一点点摇。 慢慢摇，一口一口摇。 摇哈。 这个地方。